早，哎，起真早啊，你们。早，这是运动员就是起得早。中午包饺子。可以啊，我要不然先弄什么韭菜虾皮鸡蛋。好啊。哎，我们后面那个有一鸡窝，好几天都没去拿过，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眼。那个我们的鸡真的是下蛋的鸡。来，听你喝点茶。哦，谢谢。这运动员，你看他俩小伙起多早。我们7点起来之后，8点就开始训练了。哎，那比如说你要在另外一个国家。 比赛，那你是不是提前按他那时差先练练？不会，那时差就当时就愣扛。硬刚了吗？晚上睡不着。嗯，早上刚困，起床了。对，完中午睡觉，下午爬不起来，那难受。那挺痛苦的。其实想想我们，大家老觉得，你比如这个运动员很苦，你说演员，其实演员作息更苦。你想那拍戏，这没点儿。 没有作息时间，没作息，就没点儿。小的时候拍戏，那真的给你拍就是两轴转，那时候俩组，一个 A 组，一个 B 组，为赶周期啊，我曾经有48个小时工作，就拍完这组拍那组，就中间打个盹儿，都累。你天天估计也是这点儿，吭哧吭哧的啊，从小到大。这运动员我觉得还挺幸福，就是他单一他就做一个事情，没那么复杂。对，到点儿训练完，你知道努力完训练，就比赛压力大，那个确实是不可替代的。哎，对，今儿咱们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塑料棚里边，我们还有好多草莓，那真的是野草莓，大小长得不一样的。我俩惦记好长时间了，全给摘了，全摘了，咱给吃了。走，体验一下，老师。嗯，先把韭菜泡上。黄老师，我来吧。没事儿。 先把你稀喝了吧，早饭先喝了，别空着肚子。黄老师包饺子呢，是不是在东北？那孩子出门回家都是给包饺子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我家一般我走后在家都吃饺子，是吧？上车饺子，下车面嘛。面嘛，对。现在赶着上车饺子，下车饺子。鹏鹏，对，今天咱们得干点活。嗯，把那芥菜都拿刀子给它剁成丝儿，切成丝儿之后呢，把它给腌上，因为咱钱也花完了。哦。 今天吃完了就没下顿了。哈哈，何老师，哇，包的好好啊！这谁包的？这几个？这我。可以的。你包饺子还可以啊。谢谢你对我的肯定。你有什么要说我的？哎，黄老师，这次表现的不错。听到了作死的节奏没有？ 我现在第一感觉，先把刀藏起来。黄老师，忍住啊，忍住，忍住。对，你要忍住。<笑>你也知道我是在忍是吧？哎呦，笑死了。黄老师，心如止水。用一个眼神，你自己体会。眼神锁定你。你确认一下我的眼神来。看是不是对的人。 去了，他去了。黄老师，他去了。嗯，我马上就回头啊。没事吧？没扎着吧？没有没有。我这个擀皮儿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是我从小练出来的绝技。嗯，你看我这皮儿擀的，它中间芯儿你摸有个厚的小肚子在里边。哎，真的有个小肚子。对啊，一定要有这样煮的时候它会破呀。哦，小肚子。这擀皮儿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手拽它，知道吗？擀一下拉一下，擀一下拉一下，擀下来它就会变成是这样。给。 展示一下我这皮儿，你看它的翘边儿啊，荷叶似的。嗯，其实咱们三个人包，你看很快的，一会儿这一缸子馅儿就没了。大进可以吗？那饺子可以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味道应该不错。这大饺子，老香了，老香吧？老香了，应该是不错的。我们拍个合影，来，准备三，二。 吃饭，快来！多幸福，吃大饺子！哇，咔咔！
素的好吃。嗯，素的鲜啊，太好吃了，香的呀，吃出家的味道了，是吧？嗯，是不是在东北那那孩子出门回家都是给包饺子，对吧？嗯，上车饺子，下车面嘛。对，我们也用饺子为国良和天宇，啊，出门饺子啊，结束了。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咱们以醋代酒，以醋代酒，先干为敬，必须干啊！我饱了，我也饱了。哎呦，这吃真饱，一个人得平均二十来个，还有这几个一人俩。但是我们有光盘手，我不是特别能吃饺子。你们现在都是运气的，先吃饺子，后边喝辣椒油就倒霉了。你看，你出去馊主意，然后你耍赖，耍赖完之后还让人再吃。下边是黄瓜，这一盆黄瓜。啊！今天碗这么大吗？不是黄瓜没事，那毛豆。毛豆你。我特爱吃毛豆。我去路边摊必须来个花毛一体。花毛一体是什么东西啊？花生毛豆。煮的一块叫花毛一体。哎，喝着你到路边，十个肉筋十个串，再来一个花毛一体，再来两瓶普京。普京，普通燕京。北京见了，再见。北京见了，回打电话。好，好，拜拜，黄仁。拜拜，拜拜，天宇啊。嗯，辛苦了，天宇啊，你也是，你太能干了，老能干了。孔老师，哎呦，舒服呀。舒服司机。咱玩成语接龙呗，何老师你先说。心旷神怡，怡然自得，得。好，到你。得不偿失，失不再来，来来去去，大华，去去来来。鹏鹏来，来来去去，去去来来。反正离不开去和来。你看我给你带这个发带，对你一流汗的时候帅死。哎呦，今天的造型是这个换短裤，帅死！一定要一起走出去。五位 F 四。5F4的效果。这每个人带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，比如说大华带着非常可爱俏皮，我带着有种坐月子的效果，刚生了。喂，你是谁呀？啊，你好你好，我是黄老师的学生。黄老师的学生？黄老师你学生？不接待。您好，您是点餐吗？啊，对呀，我是东北人，东北，我要点餐，点一个东北菜，让黄老师给我做。啊，那谁，我听着这是谁？点什么菜呀？东北菜，锅包肉。锅包肉，锅包肉。好，锅包肉可以。我听出你是谁了，你是不是特别帅的那个？你是不是特别帅的那个？我特，当然我很帅，我是特别帅，对对对。你知道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是不是？你听我的，你听就知道。你的身体好不好啊？哎，你身体好不好？啊，不扛揍没事，揍一揍就扛揍了。好，那你小心的来。我小心点儿，我来。你想干什么？太吓人了，这不好吧？那你不小心的来。不是，就是你慢慢来。哦，对对，你慢慢来，不要快来。好了，好了，挂了。好了，一会儿见。哦，好，拜拜。
何老师，你觉得我认识那个要来的客人吗？两个娃的爹嘛。有两个儿子的。嗯，有俩儿子不就是我吗？这俩儿子。那我喜欢你的牙齿。我的牙很贵的。啊，是假的吗？全是假，我给你拿，你看。可以拿出来吗？哇哦，真的！哇！只有你信他，只有你会信他。哎，还有何老师这个头套，你看没有？哎，等会儿，有别别何老师，别别别，有你放松，弄一下。哎，不是后面这沙边有点紧，帮我摁一下。何老师头套是吧？啊，难怪。我已经五年前我就已经秃了。难怪那时候就头发没有很多，然后突然间就变得那么多。五年前就秃了。我们这个都是做这一行不容易的。我也快了。我不是真快了。我爸有一次演一个戏，他自己留着胡子，然后呢，这个化妆就给那个老人几个老演员粘，弄拿个粘的粘回来，走到我爸这儿，这样也给我爸，然后我爸就这样特别配合，这样他就粘，粘我爸说，粘，他说我这是真的胡子，啊，黄老师对不起，我是真的，粘胶条是吧？粘胶水，笑死我，咱们田头溜达一圈去，田头看看去，好，走，往下看，哎呦，哎，朋友们。你看看这咱之前的油菜花，它怎么都倒了呀？不是倒了，熟了，得收了，收了晒干了以后，送到下边村里有专门榨油地方，能榨成菜籽油，真的，那能卖钱了，就那只能值点钱，这不少呢。可以啊，谁把它收下来呢？来收呗。谁去把它收下来呢？我去啊。谁能把它收下来呢？我去啊。啊，甭放心啊，你听不见是吧？啊，你说这些这么多油菜籽，咱们谁把它收下来？不让鹏鹏去吧？啊，鹏鹏这专业。哦，走，覆盆子。哇，这好多啊！你看，看着就好吃，摘着我看看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哦，对，这个可以出声音。我你要把它折一下的，不是，我再教你一个吹这个，我是不是教过你？没有啊。哦，这个不行。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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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嗓子不出声。哎呀，这些小鸭子呀，好可爱呀！小鸭子，你会唱这首歌吗？生产门前蛋啊，也这你那首也行。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，我每天早上跟着他们去寻小鸭子，哎。是不是应该把他们赶到什么？我每天早上跟着他们去池塘边，是不是应该把他们赶到那个池塘里面去玩会儿？可以，待会儿再说。咱先去池塘。他们真的长得好大，好大了。小鸭子，小鸭子，我要上学校。小鸭子，再见吧，小鸭子，我要上学校。再见吧，小鸭子，我要上学了。上学校还是上学了？你看，他们喜欢吃那个水，就喜欢在水里面搞。这有多少只鸭子？十二只，咱们一人三只。我说赶鸭子，一人赶三只。我去把扁拿来，我把这梅干菜毛，把上面那有毛的给去了。好。往这上面，你看这往上弄，我来摆。真的就是那种味道，就梅干菜的味道。对。这一天晒得干吗？一直这么大的太阳就应该。闻起来就很香、啊、
应该不会下雨。啊，是吗？可是我前面真的看了天气，说有雨。对。嗨，黄老师。哎啊，沈月，你好。你好，黄老师。第一次见面。你好，第一次见面。你好。这啊，你们俩聊吧。哎，他们戏要在湖南才上了，流星花园。我们拍了流星花园。哦哦，流星花园，哦，流星花园，对，山菜，山菜，山菜，哦，你山菜，对，我是山菜。哦，我们这里有芥菜，我们这是对，我们这梅干菜，梅干菜，山菜，挺好，挺好，很好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你又来了。嗯。多灵，你又来了。黄老师，好久不见。朋友们，大华的兜铃回来了。这今儿什么都灵了，估计大华的语系终于有人来这个把它完全接纳了。沙鲁怎么说来？上一季在我们这叫都灵，到大华那儿叫兜铃。这个是我们给你们带的礼物。哇，什么礼物？活的鲜花，给他拿到屋里凉快地方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。黄老师，小风扇。哎，哇，这么天真的礼物。好好，对呀，去摘点梅子吧。那个鹏鹏也可以去啊。鹏鹏一起去，去跟姑娘们去玩玩去。啊，去吧，小女孩来不跟着去玩玩去？那好吧，去吧，那我也不拒绝。哟，赵老师啊，你不是说让大华带他们俩女孩去吗？我问鹏鹏，我说你要不要跟着女孩也去啊？可以啊。可以呀、啊，那个看月月这穿，月月每回穿完衣服那个比例都是1:1，上下身1:1。也是个小短腿是吧？特别可爱。怎么还那么咖啡啊？要慢慢的磨。月月是吗？叫沈月。沈月。上次在大本营，沈月那番话让我真的面红耳赤。哪番话？就是《小美好》里面那个台词。哦。哎，你说给黄老师听一下。两个有进步。那段词，加油，月月来。你以后会不会找一个比我高、比我瘦、比我聪明、比我温柔的女孩子？会。黄老师，你说的跟我当时一模一样。是啊，一般都会这么说的。对，我知道应该怎么接。应该怎么接？应该说有这样的女孩子吗？有这样的女孩子吗？是这样接吗？是。我以前也会这么说，但我已经过那岁数了。哎，我这个好像是反的。哦，你们天生注定就会要搞错了。你不要误会哦。我没有误会什么。误会了。不要误会哦。哎哥，我这个也是反的啊。哎，那你们两个，哎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年轻的时候可以把一切的误差都变成是天意，成年了以后会把一切天意都读解成误差。看，天黑以前会有草莓吃吗？在门外就听见欢声笑语了。哇，来干活来了。沙老师，沙老师，这是利落呀！我刚才来的路上，走这段路，我暗自窃喜。你怎么了？我看了看周围啊，都是你会干的活。不是，我想了，应该没什么活了。徐峥已经踩过蜜了，对对对，插秧也都插过了，对对对对，周围的这些活应该都已经做过了。我想，就种的事都不用你弄了。你赶上了我们收油菜籽儿。这整片子都得收回来，咱们少吃点油不行吗？坐这儿喝点茶。他们说让你来，说因为节目啊让你吃苦了，让到你到这儿来享享福。哟，你这怎么有音乐的功能？不是，这旁边有个卡拉 OK。 这音乐不是他妈的。
咋了这视力？我要真是这么说，说你有什么要求就跟黄老师提。我说我别提了，我说提的越多，可能黄老师到时候就对我下手越狠。我说我吃什么其实都无所谓，我说吃不吃都无所谓。还没走，你们在干？我们刚出门，沈月就把直选挤到了身上。你我们这个出门，一般半个小时起步。要想能走出这门，走半小时，那我腿脚不好。干一五分钟的活，三半小时就回来了。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个放松的状态。这节目你看有谁跟你要求啥？没人，没有，导演也不见了。太好，我刚才看睡着了导演。沙溢会生火吗？哎呦。这真不会，这个真不会啊！哎，沙老师，歇会儿喝点啥？不是让你来干活的，逗你玩呢，哪能让你真干活？这干活都靠自觉，你知道吗？何老师，这活来交给我。沙老师一来就开始干活了，你看看。对，屁股没坐稳，茶喝了半杯。真是，沙溢表现不错啊，沙溢。沙溢好，沙溢特别好。表现真棒啊！明天再把地里的东西收收。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黄老师，毕竟我是你学生，就是这节目啊，不会霍霍的，真的。但我怎么一见您现在就害怕呢？在节目里。这火柴贼潮，哎呦，这地方唯一的毛病就是潮，所以柴一定给它劈成小的，它才能干透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又暗示我可以开始进行了，是不是？沙溢能干，沙溢老师就带了一种就是天然的，你就想霍霍他那种气质，就你觉得不霍霍他吧，觉得不过瘾，你知道吗？何老师，哎，大华一回来干活的氛围就变了。对，不用抬那么高，就低一点可以，可以。对，就重就行。哇！哎，你看看他真行。亮光，停不下来了。上套。何老师，我觉得啊，我觉得他们四个年轻孩子啊，没有经验，我怕他们不稳定，还是得有个年纪大的带着个队。对。要不咱俩谁留下来？我觉得要不可以啊，或者沙溢老师留下来。沙溢肯定不愿意留下来。不过咋听好像有套路了。行，他们万一下水了，我可以跳进去捞他们。何老师，咱俩进去买菜去吧。这么愉快的傍晚去买菜，咱们听会歌吧。好。哇塞，好好听啊。夜的晚，音响效果。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。他女儿该唱了。Edelweiss。哎，哦，这是他被哽咽了那段。哦，哎呦，记得吗？结尾的时候，然后他老婆该唱了。Small， 对吧？好棒，好感人。我小时候根本没看懂。我长大了又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家国，讲的是家国。My homeland forever。我觉得我最向往的生活就是国泰民安，啊，就和平年代，然后大家过那种普通生活啊，日常生活。你说咱们出来买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但是就是这首歌，突然你就觉得眼前这个熟悉的景象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对，你站在这边，看是没看见咱们，听着声肯定能听到。对，怎么样了？已经施完肥了，现在就等鸭子回来了。太能干了！哎，婆婆脏点。来，都过来洗脚，来过来。我把大块冲了，一会儿到屋子里边去用热水自己洗洗。
啊，去里面去洗一洗来。大华，帮我把这拧开。我来。嗯，谢谢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我把它切好，你来帮我剁啊。可以可以。你这么听大华的话啊？他是训练过的，把我训练。大华很棒，你觉得吗？对啊，他会好多乐器，嗯，而且会好多语言。感觉都那么喜欢你，是不是？就我虐待你。这个嘟嘟可以的。这个可以。老师，我要教他们怎么泡酒。哇，好棒啊你！大华，一会儿你带着两个妹妹，把这个酒给泡上吧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一会儿完全就是感觉就是你在，我是老大。哎，对，好，他们两个人女生做的酒，然后但是你带的，就叫黄月林。可以可以，好。好，你哥哥太需要观众了，知道吗？给他观众，你看他好嗨的。对，你们作为。这个伙房练习生，伙房练习生，我 pick 你，要打开吗？不不不不不，宝贝，不能打开。哎呦天，这个冷冻剂是不能吃的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以前想说玩火柴，结果把我们家窗帘给点了。怎么了？哇塞，哎，彩虹哎！哇，天哪！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太美了！哇，哇，太美了！哎呀，我好感动啊！我觉得我们这真的是一个被祝福的节目。这些看一起看的彩虹人，就是有一种缘分，你知道吗？好漂亮！快快快，手机手机。来，我们先来拍一个合影，快快快！龚老师，龚老师，这不是假的吧？不是假的，不是节目组弄出来的吗？导演组还能给咱制作这个吗？这回下本了，导演组这回下本了。你们花了多少钱？越来越淡了，快快快！哇哇哇，好美啊！来，快来！越来越长了，好漂亮啊！哇，真的好漂亮。啊，那里好漂亮啊！它变成中间很明显了。那太厉害了，而且它特别的圆，啊，这就是就在我们家门口，是吧？属于我们私人彩虹。好，我就可以把面先做出来。你就淋，对，淋香油。哇塞，香到爆了，爆裂！嗯，要不要一起洗？闻一下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呀，你们别太闻，把香味都闻掉了，待会吃的时候就没有香味了，真的是。OK， 少闻一点，来，你吐出来一点，偷偷的闻。月月说吐出来一点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，拿到外面去扇，拿到外面把它扇到干干的啊。哇，这个太牛了。好，我炒菜。最后一个锅包肉，何老师，要不要记录一下我做锅包肉啊？来吧，朋友们，现在让我用快手 APP。你知道锅包肉怎么做吗？你知道吗？黄小厨，我知道。把这些肉啊，用酱油腌过之后，我们上点干粉，是不是？挂了面糊，把它一块炸出来，尽量一片片的炸，这样炸完之后它的形状比较好看一点。就是咱们家那个 H 在快手 APP 上开了账号，我要把它传到小 H 的快手号上去。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样玩。
这炸的第一遍，第一遍炸出形，第二遍上一点颜色，我就上料汁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最重要就是把我们这个芡汁勾进去。哦，哇，再放一点点醋，更酸一点。好，锅包肉，好，吃饭喽。好香啊！吃饭呀！啊！那香哎香呀！好了，吃饭喽！哇！锅包肉好漂亮啊！五三下锅，太棒了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七个菜码，加上三道主菜，一共二十个。你看你来多正式啊！嗯。别的嘉宾没吃二十个吧？没有吧？没有。我来给沙溢拌一碗，我要为沙溢专门调一碗。哇哦！哇呀呀呀呀呀！酱有一个是鸡肉酱。哇！呀呀呀呀呀！哦，芹菜末。我炸的辣椒油。炸的辣椒油。哎，你看多漂亮那碗面！您的，哎呀，谢谢，齐了。张老师，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啊！谢谢黄老师啊！哎呀，好，剩下我给大家调了啊。谢谢。这个我。好吃吗，单老师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喝，好喝。嗯，太好吃了，锅包也好吃。今天是立夏，不是立夏，北方讲吃面，大学毕业了，大学毕业了，祝贺月月毕业。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嗯，湖南师范大学。嗯，教什么呢？教，学编导的。来，辛苦了。哎，我的酒，我的黄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说一句啊，你俩，别说，我，你这发带，你这发带是我。沙溢差点就成了我的学生，差一点点，同一届，跟海神同一届。哦，所以我一直说您是我老师啊。辛苦辛苦黄老师，谢谢谢谢黄老师，太好吃了。我要弄一点。喂，您好。喂您好，大厨刚刚做完饭，您有什么要求？我来帮您转达。哦，我就想跟那个大厨说一下。哦，好，那您稍等一下啊，黄老师，客人一定要跟你说话。男的女的？女孩，声音特别好听。是吗？您的声音特别好听。谢谢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哟，这一听这声音，播音员的声音啊，好听啊，甜美。哎，明天要去吃饭，是现在要点菜吗？对呀，你点。可以早中晚都点吗？啊，这个醪糟卡卡汤圆你了解吗？醪糟汤圆啊，卡卡卡卡卡卡是什么啊？晚上的时候添麻炖肉来一小碗汤，这是我们小的时候补脑吃的。我听出来了，他可下的单很复杂，比我这复杂多了。反正那个我会吃但不会做，那个您得做的稍微仔细一点啊。行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啊。行，好嘞。我那个嗓子有点不好，然后这两天一直都在咳嗽，能不能给煮点梨水？那您做节目播音的时候没事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就是要保护好。行，好，好嘞，好，那明儿见啊，欢迎您啊，好好。还要点梨水喝会儿，对对。他说：“那您怎么播音呢？”他一听就播音员，是吗？我不知道是七四七还是七三七，反正肯定是播音的。哎，把自己的杯子拿进来吧。玩什么呢？我想了一个特别好的，我想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就那个我跟多多经常玩的，在那剧场里面。啊啊，那很好玩，那个对，是不是？我跟沙老师一组。行，我们仨比的是一个题啊。开始，第一题是表演题，我们看是哪一队最先猜出来啊？预备，开始。排山倒海，
彩虹。这姜还是老的辣，你知道吗？下一题是三个字，预备开始。好，大妮。黄瓜条。黄瓜丝儿。好，我宣布老江湖队过来观战，你没意思，你们坐下来。这该的，黄条，黄瓜丝儿。怎么那么有默契啊？咱们观战了，我洗澡去了。哎，洗完了？哎，来了啊。咱晚上有没有宵夜？还宵夜？你饿了可以喝一个米稀，我给你冲一个。好，太贴心了。嗯，就挺好喝的。嗯，哎，把那个米稀给我递过来。对，为什么？要做什么？写出猴骨米稀四个字，看能不能写对。自己看了啊，来，地桃会吧，飞。猴骨啊。米总对吗？猴对不对？不对不对，中间还有一竖。少了一个。来我来我。好，来给我吧。没有对的。没一个对的。对，标准的正确答案是姑是那姑姑的姑，这个猴对了，是这个姑，它是猴子里面当姑姑的那一只猴子。对，猴子的猴，姑姑的姑，猴姑牌米稀。还有什么可以玩的？想想看啊，谁是卧底？谁是卧底？毕竟我们现在不叫卧底，叫傻子。我出题。好了啊。这不好猜，我这个题出的好，观众可以在屏幕下方同步来猜，啊，谁是白条，谁是傻子，好，不，这个跟那是另外一个游戏啊，他是别人看你啊，我先说什么？刘宪华，为什么是这个？你为什么笑啊？白条肯定晕倒了，没笑的陈杜林很可疑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水稻，水稻，开始了吗？现在我们重新来一轮吧，我还没想。哦，那我这样子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说白条。他说他是白条，他是白条的，咱们接着可以抓傻子。哎，可以，白条刺激，他走了之后傻子也压力很大呀。白条走了之后，傻子压力很大。天才。有趣，间歇性，丑，丑吗？丑还是臭？不丑啊，不丑。对，傻子。啊！投票了啊！投傻子了啊！一二三，直。为什么是我？全票认为他是傻子，刘宪华不是傻子啊。好，从何老师开始发言啊。电，极端，呼喊，呼喊，彷徨，投票，好，一二三，指，五条呢？那我指谁也没有用啊。那你是傻子。那你现在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吗？精神病吗？哎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老好人。我是真傻子。我真傻。这个游戏的规矩就是先把沙老师和华华搞出去，然后剩下我们四个。他俩还得赶到宁波去，明天早上开机。月月，我大你26岁，可以当我闺女了。啊？我可以有这么一干女儿了。我现在真成老父亲了。开心，像下次可以一起拍戏，然后演那种。父女是吗？对。啊，你们要走了，你看多漂亮啊！这是送给你的。哇。月亮，月亮，月亮。送给都灵在那儿是送的彩虹，月月在送的月亮。月月，月亮。
月月，再见，我不送你下去了。拜拜，老师再见。我相信咱们在新西兰，对，看到那个月亮了哈。对，也有这种感觉。睡觉。哎呀，这个大花拉的屎不是什么大，小欧拉的屎这个臭。